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00。或者格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00，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塞塔总理内阁局部改组 ，TAT 泰国旅游局在芝加哥设立办事处。泰国贸易代表纳德蒙女士表示，中国企业对泰国的橡胶木以及香水椰子需求增加。当局通过婚姻平等法，泰国服务业发展机遇。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塞塔总理的内阁进行局部改组。政治公报日前公布了塞塔总理内阁改组的最新名单。该政治公报公布由第14王陛下预准的塞塔总理内阁新改组名单。公报内容指出，国王陛下此前在2023年8月22日预准塞塔特威信担任总理一职，并在同年9月1日任命内阁部长管理政府。在这次内阁改组中，解除的内阁部长职务包括了：一、解除副总理宋萨的部长职务；二、解除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班比的部长职务；三、解除总理府事务部长波碧女士的部长职务；四、解除总理塞塔的部长职务；三、解除外交部助理部长赵乐鹏的部长职务。政治公报公布解除职务和任命部长的名单如下：三、解除旅游及体育部长苏德旺女士的部长职务；七、解除农业及合作社部助理部长蔡雅的部长职务；八、解除农业及合作社部助理部长安努查的部长职务；九、解除文化部长森萨的部长职务；十、解除卫生部长村南医师的部长职务。至于任命部长的名单包括了：一、任命苏里亚担任副总理，继续掌管交通部；二、任命皮猜担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三、任命扎拉彭担任总理府事务部长；四、任命皮奇担任总理府事务部长；五、任命基拉彭女士担任总理府事务部长；六、任命跑盆担任财政部助理部长；七、任命班比担任外交部长；八、任命森萨担任旅游及体育部长；九、任命安德公担任农业及合作社部助理部长；十、任命素岔担任商业部助理部长；十一、任命苏德旺女士担任文化部长；十二、任命宋萨担任卫生部长。 TAT 泰国旅游局在美国芝加哥设办事处，八月开始服务。 TAT 泰国旅游局长塔巴尼女士与负责欧洲、非洲、美洲和中东市场的副局长士尼巴公率领工作团队前往美国，拜会泰国驻芝加哥总领事卡塔纳瓦迪女士、
副总领事以及驻芝加哥海外贸易办事处主任，他们就筹备 TAT 泰国旅游局驻芝加哥办事处开幕仪式的工作进行讨论。该办事处将于今年8月开放，正式开幕仪式定于今年9月举行。借此机会，总领事提供信息指出，目前中西部或者中美洲地区的游客对泰国还不太了解， TAT 泰国旅游局和泰国团队还有很多营销的机会。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游客到泰国旅游时往往会爱上泰国，这是添加泰国之友的绝佳机会。对此，泰国旅游局长希望泰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予以配合，共同支持和推广泰国旅游业，例如举办神奇泰国考察之旅活动，邀请驻全球各地领事馆、大使馆的贵宾一起来泰国实地考察。这将是今年7月28日庆祝国王陛下诞辰之际的活动之一。根据泰国政府的点燃泰国政策，促进泰国成为旅游中心和航空枢纽，包括促进主要城市和有吸引力的二线城市的旅游业增长等。泰国旅游局驻芝加哥办事处将是泰国旅游局在美国的第三个驻外办事处，也就是继纽约办事处和洛杉矶办事处之后。泰国旅游局考虑了芝加哥的地理因素和人口，新办事处的使命是将业务覆盖整个加拿大和美国中部地区共16个州。这16个州当中的伊利诺伊州是美国人口第6大州，也是来泰国旅游人数排名第6的州。驻芝加哥的泰国旅游局办事处将设在总领事馆之内。2024年泰国旅游局制定的目标是吸引美洲地区游客143万人前来泰国旅游，创造收入1055亿3000万铢，外国游客总人数目标为3500万，总收入19200亿铢。泰国贸易代表纳罗蒙女士指出，中国企业对泰国橡胶木、香水、椰子的需求增长。泰国贸易代表纳罗蒙女士近日在曼谷与数位中国企业家会面，旨在合作推动和促进泰中贸易投资市场发展。各方就农产品、电子设备、农产品仓库、货运物流系统、投资泰国及泰国农产品加工等事项进行讨论。泰国贸易代表在会面结束后透露，中国企业家和商人有兴趣在泰国开展更多业务，尤其是农产品和橡胶木材。中国商人对从泰国进口橡胶木材有大量的需求，过去进口泰国橡胶木材仍然无法满足家具加工的需求。广州是中国最大的家具生产地，对橡胶木材的需求量很大，每年进口价值约48亿元人民币，仅1/3的橡胶木材是从泰国进口。中国商人需要从泰国进口更多的橡胶木材，同时还讨论了在泰国建立一体化生产中心的计划，涵盖在泰国设计和生产家具，前提是可以获得橡胶木材的支持和在泰国开展业务的便利。泰国贸易代表纳罗温女士补充说，在农产品领域方面，中国商人有兴趣从泰国进口农产品，包括了大蒜、生姜、木薯和香水椰子，正在中国消费市场流行，将带来泰国香水椰子加工成中国茶加泰国椰子饮料。目前中国市场每月使用泰国香水椰子约70万个，对泰国香水椰子的进口需求已增加到每月300万个。另外，对进口泰国海鲜的需求也有所增加。
泰国贸易代表还给予中国商人和企业家信心，强调泰国政府把中国放在首位，业务流程必须合法以及安全，保障企业获得符合标准产品，重要的是必须在进口和出口产品之间建立平衡。泰国政府和总理已准备好提供便利，鼓励更多中国商人到泰国投资，并且希望以政府和政府的形式持续发展更高价值的贸易合作，利用自由贸易协定 FTA 和泰中私营部门配对，共同开展业务。当局通过贸易平等法是泰国服务业发展的机遇。泰国贸易政策与战略办事处指出，婚姻平等法将成为泰国服务业的机会，如酒店业务以及婚礼安排相关的业务，包括了摄影工作室业务、婚纱租赁业务。随着婚礼庆典的需求，这些业务肯定有成长的空间。泰国贸易政策与战略办事处主任表示，2023年3月27日，泰国议会通过了决议，批准婚姻平等法草案。如果泰国有婚姻平等法，将有助于扩大婚姻权利，以涵盖所有性别，使他们能够合法结婚，并支持性别多元化群体获得男女平等的福利和权利，以及将使泰国成为世界上第37个、东盟第一个拥有婚姻平等法的国家。泰国婚姻平等法获得通过，除了可以帮助提高泰国的性别平等水平，它还将带来经济效益，尤其是各领域的服务业。美国的威廉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在全国颁布婚姻平等法之后，2015至2019年期间，帮助刺激经济高达38亿美元。此外，还有助于创造相关行业的就业机会，如酒店业务及婚礼相关业务、摄影工作室业务、婚纱租赁业务。泰国婚礼策划公司 Wonders 预计，婚礼预订将会增加，跨性别群体婚礼预订将占总预订量的25%。婚礼是许多人生活中重要的庆祝活动，而这些跨性别的群体也想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根据跨国市场研究和顾问公司 IPSOS 统计，泰国有9%的人口属于跨性别，也即是 LGBTQIA。 组织庆祝活动的需求在增加，因此抓住婚姻平等法带来的机遇，酒店业务和婚礼相关业务大幅成长。泰国应该努力成为泰国所有性别的婚礼中心，因为不仅有法律方面的保障，相关活动和服务方面也表现出色，并拥有丰富多彩的旅游景点，是举办婚礼和度蜜月的理想场所，这将有助于为泰国创造大量收入。如果泰国的婚姻平等法涵盖允许外国人登记婚姻，政府部门必须考虑如何便利外国人婚姻登记，特别是关于签证文件以及处理时间，支持举办有标准、有品质的婚礼，为外国情侣创造良好的印象和体验。各位听众，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你的收听。